呢，就是在大家都看不到的地方，还是一丝不苟的去把它完成掉。我们后来后面都会用240的砂纸，这都是很多工的，所以当你去看，你去买一把琴这样，你拿那个探镜到里面去看，它的是不是所有的 bracing， 是不是手工琴，跟机器黏黏的，它巨大的差别就在这里，这样子，啊，每一个音量，每一个点都修得干干净净，手工整理的，像我们每一步后面都会，我们的面板虽然在看不到的地方。可是你呢？是其实是所有的细微的地方，就是一把琴，10万块跟2万块的差别啊，这样子。吉他的制作是一个复杂而细致的工艺啊。作为一个音乐人出身的制琴师，我最常被问到的就是：哎，李宗盛，你觉得制作一把琴最关键的部分在哪里？啊，那我的理解是。最关键的部分是这个制琴师对音乐的理解，因为音乐才是最后的目的。我想大家知道我是一个做音乐的人，大家知道我做吉他，其实我还做了很多别的事情，比如说我很喜欢设计，我有我的另外的两个品牌，一个是做公事包，一个是做 T 恤，做眼镜，都是李宗盛从音乐人出发对生活美学的一个感知。人生很多事急不得，你得等他自己熟。我20出头入行，30年写了不到300首歌，当然算是量少的。我想一个人有多少天分，跟出什么样的作品，并无太大的关联。天分我还是有的，我有能耐住性子的天分。人不能孤独地活着，之所以有作品是为了沟通，透过作品去告诉人家心里的想法，眼中看世界的样子，所在意的，所珍惜的。所以作品就是自己。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，最珍贵不能代替的就只有一个字，人。人有情怀，有信念，有态度，所以没有理所当然，就是要在各种变数可能之中仍然做到最好。我得先成就他，他才有可能成就我。汪汪，别怕，我这就来了，让我帮你一把，让浪浪读书声比春雷还响啊。汪汪，别怕，我这就来了，让我帮你一把，让朗朗读书声比下雨还响啊。哇哇，别怕，我这就来了，让我帮你一把，让朗朗读书声比秋风还响啊。哇哇，别怕，我这就来了，让我帮你朗朗读书声如东阳，将冰雪融化。
哦，对了，娃娃，真的要谢谢你啦，你让我们心中善念发芽，让每一颗给俗世掏过的心有个角落与你一般无瑕。